欢迎收看本期的车闻详谈。本期节目呢，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台刚刚上市的紧凑型 SUV， 来自于广汽乘用车的传祺 GS Plus。 那在外观的方面， GS Plus 和 GS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。那它采用了传祺最新的家族设计，直瀑式的中网加上夸张的包围样式，让它看上去会更加的激进。那在车身的侧面采用了溜背式的设计，并且呢也采用类似于悬浮式车顶的效果。在车身尺寸部分上，轴距呢是2710毫米，尾灯采用了全新的羽翼式尾灯，整体的尾部设计也很有力量感。那内饰的设计其实和 GS 比较的相似，全晶仪表以及中控大屏能带来不错的科技感。在动力系统部分上，新车提供了 1.5T 及 2.0T 两种动力，传动系统匹配六速自动变速箱。那全系呢一共有五款车型，售价区间12.68万到14.98万。今日我们从官方获悉，比亚迪元 Pro 正式上市，新车共推出了三款车型，售价区间91500到116000元，综合补贴后的售价区间呢是79800到99800。新车的外观采用了比亚迪最新的家族设计语言，颇有几分汉仪威的神色。那在车侧，新车多个内凹形面配合上凌厉的腰线，更加凸显年轻动感。车尾方面，新车与元 EV 十分的相似。来到内饰，8英寸液晶仪表、10.1英寸中控屏幕是全系标配。那动力部分，Pro 搭载永磁同步电机，其最大功率136马力，峰值扭矩210牛米。那电池分别提供的容量为38.9千瓦时和50.1千瓦时的刀片电池，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为301公里和401公里。日前由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全新路虎揽胜运动版车型的路试谍照。那从外观来看，新车采用了大量的伪装，不过硬朗的线条还是给我们呈现出了高大威猛的形象。新车有望采用与全新路虎揽胜相似的设计语言。那车身侧面造型大量采用了直角的线条，贯穿式的腰线设计带来更加纤长的视觉效果。那尾部车窗下的造型呢较为平直，这样有利于提升尾部的空间。那动力方面，目前官方暂未公布其动力信息，不过根据外媒报道称，其轻混系统动力、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均在酝酿之中。那关于新车的更多信息，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。